你说这方法管用吗？这皇后又不是傻子，常昭仪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皇后善妒，你在她耳边这么鼓吹一番，她必要去书芳斋大闹一通，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你这么盯着我看干嘛？没想到皇叔也深谙后宫之道啊。燕燕是要做皇帝的人，皇叔定然要知道一些后宫之道了。我的后宫跟皇叔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皇叔是想……是想……想什么呢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书房斋刚刚真的闹了一场。怎么样？快说！皇后说有人在书房斋放蛇，所以带人搜查了书房斋里里外外。可最后什么也没有搜到，便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可能是听错了，让他们走了，气得常昭仪眼眶都红了。放蛇，亏皇后想得出来，走，该我们上场了。皇上，去把花拿来。怎么了？那送给你。送我花？就剩这一株了，你要是不要，我可给别人了。要，当然要。殿下对王爷似乎比以前好。那是自然，他救了我一命，还帮我出谋划策。这人虽然是讨厌点吧，但是终归是我这边的，我对自己人什么时候差过？可殿下不是说过王爷不得不防？也许是我误会他了呢。那如果有一天王爷不帮你了呢？这件事儿你就别多问了。